希望大家能多多帮忙捐血。然后我们回想之夜，想要趁机宣传一下，5月16号报名截止，那希望大家可以赶快来自强203或是现场找我，都可以报名哦。那接下来也是有关家的音乐，也希望你们会喜欢，来自周杰伦的《稻香》。好，那我们要带来的是周杰伦的《稻香》。来，路过的朋友要小心一下电线哦，不要绊倒了。